呜呼，今天可没有迟到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丢，人还没到，作业都提前发好了，这可不行。这么多作业，同学们该咋办呀？就让我这个大善人来帮助他们吧。首先是第一步，当然是把全部的作业都收集起来，然后才方便集中销毁。背包里的打火机拿出来，作业我的天敌，今天我阿威就代表正义消灭你们，哈哈，感受绝望吧，你们这些作业全部都会被我消灭。这下心情舒畅多了，等下老师来了肯定会报复我的，先布置个陷阱再说。从后门出去，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躲一会，就隔壁教室吧，他肯定想不到我在这里，剩余的时间就在这里玩会电脑吧。今天我是第一个到的，我看谁敢迟到，被我逮到的一律严惩。这什么地方，谁特么打我，真特么服了，门后面怎么会有压力板啊？昨天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呢，我明明放在了他们的桌子上，怎么一本都没有了，我去，这也太过分了，让我想想谁最不爱写作业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阿威他小子，这点小伎俩全被我拿捏了。快看，是箭头指的方向是办公室，嘿嘿，阿威你是不是在里面啊，还敢用坤蛋去装饰，我看你是个真的爱坤，哈哈，这只坤就是你接下来的下场，束手就擒。我的老天爷，里面居然是成排的发射器，他小子真是狠心，居然用这么可恶的陷阱坑我。这么看来阿威肯定不在这里，拉力板还敢粘着我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对面还有个教室，进去查。奶奶的，是侦测器，隔壁教室里什么东西也没有，还是去其他地方找一下吧。对了，他小子最爱在厕所待着，那我可要好好的查看一下，小子别动。听到他惨叫了，赶快换个地方躲着，万一被他抓到就麻烦了。门口的半线沟要跳过去，就是想我这样，嘿嘿，我猜他肯定会中陷阱，车子里面不要进去，我们去车后面躲着，先玩会游戏。乖乖来，又是这玩意，那就去隔壁看一下，小东西过来。闪电松鼠，大哥你先冷，我真的裂开了，这个又是侦测器。门上面好像有东西，难不成他已经跑出去了，那就去看一看。等一下，我有话。擦，又是这么个玩意，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吗？小发菜，你牛什么牛，这肯定都是他小子布置的陷阱，那么他一定就在这附近。快看车子上有猫腻，上去查看一下吧。有个火把门，嘿嘿，下面应你惨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听到惨叫了，等下他应该就会追上来，钻石这边不要下去，因为里面是炸弹，我们要去煤炭这里，直接打开门下去，下面有蜂蜜，快接着我，火把门等一下回自己关上，这边有两扇门，我们去左边这扇门后面。对了，蜂蜜快要撸掉，就先在这玩会游戏吧。真服了，下面居然是岩浆，那他不在这里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刚刚我看到了钻石，没错就是这里，还有个火把门，这次总没有什么问题了吧。呜呼，